说你记得你这个打的时候，你记得，就咱们中国老祖宗走的时候，这两个，是两这个，不管怎么，你包括起腿就这么起，从这个方向起，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完全几下都可以接，而且你地下面没办法，而且你看画一个，你们说这个八戒柔术，他这个他这个晃还怎么来？这还真不是。因为他这个一晃，你如果对方这个膝盖起了一下，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你这么一晃，从任何方向进攻来，这时候你不管打他也好，还是抱他也好，摔他也好，撞他也好，都很容易的，就这样，都可以的，尤其这个是最好的，这是最好，这是最好，双方这么一样打，起拳就可以了，这都比较好。如果都是第一腿也是一样的，你看你对方刚一腿，你看踢不开了，是你踢的你跑，你打的方向，你打的方向，人已经跑另外一个地方，尤其你看俩人这么一在，哎，你看踢呀踢呀，你看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这容易打吗？是啊，或者尤其是动起来，你找不到啊，就不让你找到。让你找到方向，几下，太快了，它是在晃动。你看，要你看我，你看，这个晃是我是跟你来，晕了，晕了，是不是？从这进，其实就是根部。你看分解动作，就类似于这样，一，哗切进去，如果对他一步都迈得很大，一步到你身边，或者再不行，你看一闪开，从这儿还能进去。其实眼睛不舒服了，对，眼睛不舒服了，就是非常不舒服啊！你看，哎呦，晕了，对，你想起腿起不来，对，就你想你沿这一带，我要起，哎，怎么回事呢？人跑你边去了。这是个理念，直举之功，那就是下跪式，稍笨了，除非这个像形意拳也有打，除非你功夫比较高，你看对方进攻，功夫也高，就是除非你的那个手上杀伤力比较强一些，那炮击啊，炮拳、劈拳、中拳，全部都可以上，中间不停顿。这也可以，还是笨，那样子笨一下，最好是走侧面，走侧面来的，走侧面三条腿，最好走侧面，不让你知道，不让你知道。